完了，步骤被打乱了，没关系。没说完我，对呀，算了，他是韩国人，竟然我还会韩语，完了还不让我说话，我说怎么弄？我只能说用嘴型还有血，嘴型跟他去说，啊，好费劲。你会说韩文，我也跳得舒服呀，梁哥。 好，请队长抓紧时间再次轮换房间。我已经想去罗志祥的队了，可是刚刚对上的时候，我有一点，他会说韩语吗？有一点动摇。无法说话的韩庚队长，请你尽快回到起始位置。 啊！你不能说话了，你不能说话。好，队长选择应该已经全部完毕。我该说话了吧？필요해요？ 너무 필요해요? 나 한국어 얘기할 수 있어. 你不要抢我的手。편해? 뭐네? 잠시만요. 뽑혀라, 제발. 不漂亮啊，裁判！哇，好，阿雅很难抢哎啊！我刚刚想抢阿雅，抢不敢。对，我也想抢阿雅，没办法。那你干嘛去找 Sammy 呢？你管我哦！<笑>接下来，请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队长的姓名。我想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我选择队长是 Venice， 韩庚队长。 又三秒，好，现在宣布结果，本轮又有三名选手成功配对，廖廖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，阿雅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 ，Sammy 成功加入。 因为我觉得跟 Sammy 的两个人的心是蛮坚定的啦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妍妍和梅子都去了罗志祥那一队，其实我在心里想，我说怎么也得要找几个 hiphop 一两个 hiphop 在我的团队里边。Sammy 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，重阳待定。好难过。 可以啊！哇，韩国演的比较漂亮，真的。没嘞，那不可能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没嘞，我特开心，真的。意思我们亲亲了，哥哟。我们抱抱，抱抱。抱抱，抱抱哟。啊，抱抱哟。啊，抱抱。嗯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哦。哦，原来你喜欢那个，对不对？不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也行啊，也行啊。耶，修罗丁，修罗丁。罗志祥又跟我做了一个动作。嗯，我不喜欢。兄弟，男生跟那个的兄弟要有啊，所以我决定是罗志祥了。哎，抱歉。 你的想法还是最原始的选择哈。对，对，你选对的人了，你选对的人，我期待看你的作品。帮你搞定。这次跟千玺聊的比较多，要争取的要去争取，但还是会替另外一个人，也开心也是鼓励，一种小联那种。 团结起来，还挺好玩的。你现在已经帮我说一下话吗？对呀，我有一个。OK。
其实有点想要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自由发挥。谢谢。好，由于之前加速舞蹈输掉的队长是易烊千玺，换你了。因此，本轮你将面临一个不利条件，你必须手持喇叭，在起始位置，向本轮你最希望招募的选手，发表你的爱的宣言。哇哦！爱的宣言。Oh my god！ 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可以，十八岁可以了，十八岁可以了。加分呢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本轮开放的房间号分别是24号冰冰，9号金小根，43号 Gumbo， 47号 AC。AC， 你找 AC 的吗？倒计时开始。说啥呀？还要喊出来，跟所有人听见。我来了，我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想。我心怎么想？对，你觉得呢？你想不想过来我这边？我先进来的我。小猪他就直接变，我就进去就抢了。我一，我的 breaker 你就跑过来这儿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哦好，游戏开始了，你知道？我很看重 B boy， 你应该很清楚。给我个苹果啊！那为什么叫苹果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起拼，一起。好的 ，OK 了吧？好的。有人再过来的话，就跟他好好聊聊就好了。嗯，好的。不要走心了。好的。我的毛巾就挂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浪费口心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已经说好了。算了，哥，不要进去了。好，来，好，我先拿着啦。好 ，OK 了。修楼梯嘛，哈，你踩下来。我擦了，我刚刚我擦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刚刚擦了。来，帮你擦。我不要来，慢慢，哎，这儿，来，坐。哎，你还没说啊？你还没说啊？没了。我看有谁在娶她了。我要坐在这里假装睡着了，然后不理他们。开始我的演技时间。嗯，我来看千玺怎么喊。我跟他等会儿。谁在 AC 房间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啊，没有人来我这里，好伤心，好伤心。他会以为你没有要他、啊。不是，我是想看谁抢 AC， 然后我再去跟他说。没人会进 AC。AC， 因为我不好意思喊出口，然后我就等看谁去抢他的时候，我说捣个乱，或者说就直接表明心意，然后最后看哎没有人，我就有点放心。芬奈斯进去了。哦，嗨，浩克进去了。浩克去了，赶紧喊呢、啊！你拿那喊呢、啊？他毛巾那个绿色是谁的？就毛巾挂上的那个。浩克的吗？拿毛巾都挂给那边了。那肯定跟他聊了嘛。